好 ，Hello， 大家好啊！咁喺早排咧，我就喺一个网上咧买咗呢一个嘅 Pokemon 卡啦。咁今日咧就嚟开箱呢一个 Pokemon 卡嘅，大陆嘅一啲网站度买啦，系啦。咁我自己咧都试过喺香港度买嘅，咁啊睇下嗰个分别喺边度啦。咁呢度你见到包咗嘅，咁我哋就剪出嚟睇下啦。咁大概呢一度咧就$100左右啦，咁啊睇下呢$100究竟入面会系啲咩啦，会唔会系乜嘢卡都冇咧，或者系啲卡放其实系好多有问题咧，咁啊即刻开嚟睇下啦。好 ，OK， 咁我哋调转睇啦，系啦。好，咁入面咧就有啲 bubble 纸嘅，系啦。咁我保护方面都还好啦，叫做。咁你见到咧，佢有一个嘅胶套啦，咁第一张大家见到啦。咁呢一张咧就系最新151嘅一个日版啦，呢一个嘅格拉格拉啦。咁我见到佢其实都几靓，咁所以咧自己就买咗翻嚟啦。咁同埋顺带一提嘅就系我仲未开最新嘅151啦，即使系中文或者日文版，咁睇下迟啲有冇机会啦。因为其实买卡都好讲缘分啦，因为我自己冇买开的话 ，OK。我谂佢全部你见到佢全部都有卡套嘅，咦唔系喎，佢有啲冇卡套嘅 ，OK。咁啊唔紧要啊，冇卡套嗰啲我一阵再搞。好，咁啊先睇第一张啦，第一张就系头先嗰张嘅格拉格拉啦。咁呢一张格拉格拉咧，我睇落冇咩话好大问题啦。好，冇卡套嘅吓，冇卡套嘅。咁就係普通嘅一張 R 卡啦，咁都幾靚啦。OK， 我買咗兩張，原來嚇兩張嘅格拉格拉 R 卡。好，跟住下一張咧就係151嘅寶石海星，係啦。我見到151嘅卡其實都幾靚嘅，有啲都幾靚，咁所以自己我就收咗翻嚟啦。咁同埋日版其實都偏貴啦，我諗，所以我自己就收咗張啦，再嚇兩張寶石海星啦。好，咁呢一张咧就系百变怪啦，咁啊呢一度咧就有一堆垃圾袋定系咩，咁啊百变怪就喺呢一度中间啦，隐藏咗喺入面。好，咁一样啦，都系买两张啦。点解买两张呢？就因为如果一张有问题，咁另一张都有得救嘛。好，咁啊下一张咧就系一张嘅 AR 卡啦，就系呢一张嘅梦妖啊，非常之靓啦。咁但系咧佢有好明显嘅大细边啊嘛，我都唔算嘅，系啦，佢条边都唔系好有问题。好。下一张下一张咧都系呢一个嘅梦妖啦，我习惯都系买两张卡嘅。好，下一张哦，咁下一张咧就系 SV1 啊，即系珠子第一弹嘅卡包会出嘅 AR 嘅一只龙虾啦。咁呢个龙虾其实我觉得超靓，好靓喎呢个意境。除咗龙虾之外，仲有呢一只嘅毒嘅毒龙啦，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好，下一张。我冇啦，好咁下一张咧就系 RR 嘅猫啦，系啦，假面猫。咁啊，冇咩特別嘢講啦，係啦，咁啊，只係一張普通 R R 卡啦，係啦，冇咩話好特別嘅地方啊。好，咁佢就你見到佢攣攣地啦，係啦，大家未必可能未必提到佢係有少少攣嘅。好，下一張咧都係151嘅外獸啦，都係幾靚嘅，係啊，我覺得佢呢一種咧用舊嘅畫風咧畫出嚟咧都幾有特別嘅，係151嘅畫，係一樣都係兩張啦，係一樣都係兩張。好，咁下一张就系 Mimi 桥啦。呢一张 Mimi 桥咧就系喺古老下嗰一包度出嘅，咁我应该系买咗三张嘅，系啦，咁啊三张 Mimi 桥啦。呢张 Mimi 桥咧好似都可以攞嚟砌牌嘅，如果冇记错嘅话都几实用嘅。好，三张 Mimi 桥啦，咁下一张咧就系呢一张嘅 RR 嘅 Mimi 桥啦。咁老实讲啦，我自己觉得呢张 Mimi 桥咧其实唔算话好靓嘅啫，唔算话好靓，所以我都冇话特登去收藏啦。不过见佢平咧，所以我就买咗啦。下一张好，咁下一张咧，大家就睇一睇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边只啦？咁呢一只咧就系急冻鸟啊，系啦，呢一只系加拿尔嘅急冻鸟啦，都几靓嘅，系啦 ，AR 卡啦，咁佢又有包到嘅，然之后后面有张嘢黐住咗。好 ，OK， 咁下一张咧就系未知图腾吓，未知图腾呢一张咧都唔算话好舊，亦都唔算話好新啦，咁係 V Star 嘅 S12出嘅，我覺得都幾靚，咁我自己就買咗兩張啦，都係好。下一張下一張咧就係呢一個嘅迷信者 AR 中文版啲嘅中文版啲嘅。下一張咁下一張咧就係一張普通嘅 U 卡 SCMB1BC， 我唔知呢個係咩啊，應該好舊噶啦嚇，呢一個嘅 U 卡模仿少女，我買咗一張。好，下一張好，下一張咧就係呢一個外修啊，外修超得意嘅 RR。AS6B 超算唔超耐？呢、這个系咪剑盾啊？都几耐啦。下一张就系拉蒂亚斯同拉蒂欧斯啦，都几靓嘅，都几靓啊。咁我一样都系买咗两张啦。
下張好 Mimi 橋啊，三張嘅 Alo 嘅 Mimi 橋。咁呢一張我自己都幾中意，因為佢嗰個卡套咧個背景幾靚，幾特別啊，係啦，同頭先嗰張比咧真係爭超遠啊！頭先呢一張咧都係 Alo 嚟嘅，但係咧你一眼望得出咧，睇得出好似左邊係高級啲嘅，但係其實兩張嘅稀有度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唔知點解右邊咧係好陰沉嘅感覺啦，係啦。好，咁啊，三张 Mimi 桥，最后一张，好啊，最后一张咧就系路内亚拉啦，呢一只嘅月亮神啦，系啊，呢一张嘅 R R 卡啦，系都好耐 ，A C 二 A 啊，你见到个画风就知道咧，佢同近期嘅系完全唔同嘅，因为佢系比较耐少少啦，系耐少少啦。咁其实点解要买咁多呢，就因为其实咧，佢个运费咧其实系比较偏贵嘅，虽然咧佢呢一只卡咧买落咧。是即係一張可能都平啦，但係佢最貴係運費，所以咧變咗咧，我每一次買咧可能都要買一大堆咁樣先至會係比較划算少少或者抵啲啦。咁所以咧，你見到我買咗好多嘅，咁都我覺得 OK 啦，合格滿意啦，即係未去到話啲狀況好差，跟住又甩曬色啊，個邊又有問題。咁唔係，你見到我買嘅咧都好。都會保存啦，即係可能都會幫大家保存啦。咁佢卡背方面就我唔講佢有冇機會話攞到嗰啲咩十分啊，或者係幾多分啦、啊。咁我自己覺得，如果佢攞到能夠 PSA 9分或以上咧，其實我已經係覺得滿足噶啦。即係個卡貨問題咧，就應該就唔會話太大問題嘅，係啦。咁啊，呢啲可能冇卡套就難免地有少少唔係咁好啦，咁但係都冇辦法，因為始終我覺得 Pokemon 嘅卡嘅狀況嚟講咧，其實比其他卡咧更加容易損壞嘅。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比較麻煩一樣嘢啦，咁所以都好難避免。咁成績嚟講咧，其實都我覺得整體都叫做滿意啦，即係未去到話好差咁樣，都睇到係張卡啦。好啦，咁啊睇下下次有冇機會再開其他卡包俾大家睇下啦。好啦，咁啊再見各位，拜拜。